德国运动鞋 Puma 与超跑车厂保时捷 Porsche 携手庆祝经典车911发表60周年，发表联名鞋款，想要 Porsche X Puma 手脚的快，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诞生于 Ferdinand Alexander Porsche 笔下的超跑911，是先进设计和工程实力象征。为了纪念60周年， Puma 和保时捷推出两款独家限量的运动鞋 Retro 和 Heritage。这两款鞋都是为了向保时捷911的动感致敬。Retro 精致捕捉1972年保时捷911 S2.5 精髓，凭借独特的线条轮廓，让人联想到经典的车身设计。这款鞋是优雅的浅蓝色，与该车款标志性外观涂装相呼应。鞋跟上特别标有56号，直接呼应历史过往。Puma 限量发售1972双，这是该车款出生年份。每一双 Retro 独立编号，鞋带顶部有保时捷标志和徽章，以及60年保时捷911标志，进一步凸显这款鞋的特性，使其成为一款杰作。Heritage 向保时捷911当代具体化，新911 ST 致敬。这款光滑的皮革鞋借鉴车型的运动风格，拥有现代和动感轮廓。光滑皮革鞋身呈优雅的灰色，与纪念车型外观相呼应，散发出精致气质。起始号码63的加入，纪念911诞生年份，为这款限量版运动鞋增添风采。该系列仅生产1963双，与 Retro 一样，每一双 Heritage 都有独立编号，位于鞋舌下方。标签以彩色展示60年保时捷911标志，凸显 Heritage 的运动氛围。这两款鞋的揭幕和独家预售活动9月5日在德国慕尼黑的 IAA Mobility 活动展开，在保时捷快闪店举行。9月14日开始，北美独家在 Puma.com 开放购买，欧洲从9月24日开始。你也可以在斯图加特、茨芬豪森的保时捷博物馆商店及茨芬豪森和维萨赫的保时捷工厂店找到。